叫我去给野吗？我没看到啊，哎呀，完了，真去不了了。其实我不好去，我一级被卡住就完了。给他打吧，得让他吸引到小兵仇恨，不然我一个兵都吃不了。还行，他这样吸引到小兵仇恨，我能吃兵，不然我兵都吃不了。抽经验吧。妈呀，这一刀暴击，点火没给上，这是个恶级，该能杀，哎完了，哎呦，这波买不了眼泪挺伤的，我这边要买魔切的。打蛮子还是得有个眼泪，这版本出不了贪欲了，好像以前那个贪欲，那我得出个眼泪的。应该能杀吧，没闪的。蛮子是不灭的，不一定打得过狼人。打扰了。不灭蛮子就恶心人的。不会有闪，哎，完了，谁呀？完了，我买错了。这边青石是这样合的呀。算了，药没喝上。药太远了。我去，这中路怎么动不动五个人啊？
差呀。这波差一点杀完了呀，越来越多了要。我打不死这蛮子，现在伤害不太够。打野过来吧，撞墙了吗？还是开车撞墙了，撞不出来了呀，哥。波吗？应该不行，推一波吧，推路是大龙吧。我们轮一波，他复活了，我算了吧，先放。行吧，把他大死了。哎呦，兰博正好在这。我的大招是有两段的，他把我第一段挡了，但是我第二段伤害他没挡到。
你播了吗？哎，我差点死了，下来吧。没点订阅的兄弟可以点播右上角订阅啊！再开个重复模式三连是。